准备电源线，将电源线从控制柜穿线口穿入，根据接线图接入总空气开关相应位置，地线接在地线端口上。接线完成后，断开总空气开关，检查控制柜内各线和插头是否有松动和掉落。检查完成后，接通电源，万用表打到交流750伏档位，检查电压是否正常，确认正常后，闭合总空气开关，机器通电，电源线连接完成。